早前凭不懂撒娇的女人 saving 一个人气急升，被风暖男，更成为下一届视帝大热。不过事业人气爆灯的佢，日日做十几粒钟冇停手，同老婆陈志尧最少离多，婚姻一早出现暗涌啊！今年六月，本刊影到黄浩信深夜十二点，独自揸去架白色奥迪去维景湾畔，到深夜都冇走到，懒得收工，竟然冇争取时间见老婆同埋个女王正桥。当时黄浩信辩称有屋企人住喺嗰度，当日只系上门收邮件，答案令人难以置信啊！据知黄浩信好鍾意小朋友，一直希望生个磁固定，但陈志尧坚持收工，一个够晒数，两个喺生仔问题起纷争，加上黄浩信上位之后超级忙，两公婆最少离多，感情大不如前啊！据知黄浩信依家已经搬嚟将军澳日出康城爱巢，同参加个港男嘅细佬黄伟同住喺维景湾畔，但由于佢好锡女女，所以一有空档就会翻屋企探望爱女啦。上个月31号，黄浩信出席完踩过界活动之后，戴住口罩一个人坐的士离开。当时佢已经察觉到有记者跟尾，为免搬走一事曝光，黄浩信冇翻到将军澳维景湾畔，直接翻日出康城探女女。今个月6号，黄浩信出席完活动之后，同样发现有记者，唯有翻去日出康城屋企。虽然黄浩信同老婆感情转淡，但依然好锡女女，所以一有时间就会默默探女啦。为了掩饰夫妻感情转淡的事实，黄浩信出席活动的时候都会成日提住老婆，不过纸包不住火的，总会露出破绽。早前陈志尧上载同女女的合照到社交网站，身为老公的黄浩信竟然迟迟都不 like， 即时惹来分辨的传言。事后黄浩信笑住说好大镬啊，依家未 like 都成为罪行的。当时他说由于工作忙，所以没有留意到老婆的社交网站，又话有个几礼拜冇见老婆，可见两个关系系点啦。